小月，小月，小月，哎哎，我还以为你没有起床呢。我早就起了，你怎么那么早就上来了？还下着雨呢。哎呀，今天不是阿姨的生日吗？所以我就早点上来了呀。我以为你不会来了呢。怎么可能呀？阿姨的生日我可不能缺席呀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我还买了一些蛋糕和一些鱼，年年有余嘛。蛋糕我买了，你的是你的，我的是我的，这不一样。然后我叫你们到县城里面去过，你们也不肯，所以我还买了一些，就是过生日现场布置的一些东西吧。毕竟阿姨第一次过生日嘛，咱们要过得好一点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怎么还拿着两束花呀？我这个你就不懂了吧，一会儿阿姨过生日了你就知道了啊。那我们进去吧。哎，好，下雨了，好，走吧。那，你拿这两个吧，来，小心一点，别弄坏啊。哎呀，我觉得你拿着挺好看的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你拿得动吗？拿得动，拿得动，你去吧。小子，叔叔跟阿姨呢？他们不在家。啊，那正好，趁他们不在家，我们布置一下生日的现场，好不好？一会儿阿姨跟叔叔回来了，给阿姨一个惊喜吧。那走吧。哎，达明呢？达明今天有没有空呀？把他叫上一起。他应该在家，不管我叫他。那行吧。就是我还有一些话，这么久以来一直想对你说，我把它写成了一封信。一会儿阿姨过生日的时候，我当着叔叔阿姨的面讲给你听，可以吗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嘛，走吧走吧，咱们赶紧下去吧。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，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，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，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，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，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。